这是加拿大内部事务，我不做评论。但由此呢，我倒想问一句，为什么2019年香港激进分子暴力袭警、大肆破坏公共秩序时，加方却声称明确支持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行动，并对香港警方依法履职说三道四、污蔑抹黑？在加方一些人眼里，同样是抗议示威，发生在香港就是人权行动，发生在加拿大就成了民主的威胁。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令人无法接受，加方应该好好反思。